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，又是深更半夜给大家录视频，还挺吉利，11:18给大家录的视频。然后今天是家宴，和朋友们好朋友们聊天聊到了现在刚刚结束，就给大家录个临时录个视频吧。你看，我就想给大家录一下年糕，因为年糕实在是长变样了，本来它是嘴巴是那个缩进去了，突然间长开了，变成尖尖嘴巴了。年糕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年糕。你放下，让大家看它有多跑得多快啊！我切换一下镜头啊。开始吧，开始我年糕的小表演吧！跑得贼快贼快的，来，过来，周美丽，来，过来，跟兔子一样，你看来回跑，然后周美丽在这里，美丽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打个招呼吗？你看那一只干嘛呢？来，过来。来吧，靠两只抱那两个野兽，他俩我是白天给放出来，然后晚上必得关到笼子里，也不关到笼子里绝对拆家小能手了，对，医生都不敢接待他们。好了，那我们上楼了，看他来干嘛呢，干起来了应该是，哈，嘿嘿嘿，还挺和谐。